好，同学，我们在水餐券中了。其实同学如果有仔细留意啊，哦，这个水餐券中的话呢，哦，我们的这个找的论文的目次是，它是发源忏悔，发源忏悔不断的循环的。那有时候啊，它其实在界限上啊，哦，论文其实有点已经看到不是非常清晰。然后在这里啊，哈，也是哈，它的内文呢，没有明确的展现出来，不过没有关系，同学啊，在卷宗的部分呢，既然是如此哈，我们是照常啊，哈啊，这样子是跟着它的引文来读了，像这个情况，哈，国峰，你刚去啊，喝完喜酒回来呀、啊？没有啊，你这件衣服啊，你也像去喝喜酒这样的，不是啊？没有了，普通的 T 恤罢了啊，师傅。哦，是啊，普通 T 恤啊，这么看来这么高级的哈、啊，好，顺 口聊几句哈、哦，来，同学们看一下哈、哦，好，同学在上一堂课的时候啊，和我们看一看呢、啊、哈，那么上一堂课有提到就是啊哈，就是申报后报这个盘哈、哦，那么呢这一个呢是会把阿毗达摩拉进来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照说的业力哈、哦，有些事情是说包不包无消。有些来是收包，不包五消；有些啊，进 未来既跟着我们的哦，善的跟恶的都是一样啦。好，好过我们再看一下哈、哦。刚才上堂课有提到说啊哈，此事过去申包，后事后包恶业熟故啊，现在善根利落，不能排遣。哦，是故得此苦报啊！同学，这个非常好了。他讲啊，这一段话意思就是讲啊，我们有时候啊，现在受到一些果报不好的，那么呢，有时是啊，我们前世造的善业成熟，但是不够抵消它啊，所以呢，有点类似就是啊，今生哈，是一个经常拜佛学佛的人，但是得了重病，但是老是啊，越来越去遇不到一个对的医生，和遇不到一个对的治疗。啊，这种就是属于啊，他的善业不足够啊，哦，去抵挡啊，这个今生的善业不足够，甚至来世的善业合起来啊，都不足够抵挡前世的恶业这样子。不过业力有没有那么单纯的？有时候虽然是乍看如此，但可能整个过程里面啊，家人呐、啊、就是充分的支持啊，然后过呢在走之前呐、啊，得到很好的助念呐、啊。又或者是之后很好的助念呐、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啊，是很难都是善恶掺杂居多，只有啊，就是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死之前、死之后，哇，全部都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哈、哦。像同学如果是稍微去留意啊，现在 Facebook 经常啊都有一些啊那种叙利亚或者阿富汗的广告哈、哦，哇，那些是真的是蛮惨的哦，基本上第一他是小孩。然后呢，过后呢，今生得不到好的果报，吃不饱，穿不暖哦。然后过后啊，想要求募款，但是另外一边欧洲那边又在战争，那这个战争影响到大家募款的心情啊等等之类，你会发现他们是卧不单行的哦。反而像我们在这个国家没有战乱会有卧，但不至于单行所以同学记得了。下一次啊，你恶报现起是，你懂得这样佛法思维啊，我们心里的病苦先减少了，不然的话，哇，又老是觉得愤愤不平，又外在的病又来，然后又经常不如意的情况出现，就像同学如果去政府医院，你就要排队了的了，没有病床要排到有病床为止，然后呢，在 emergency ward 真的像难民这样的。所以呢，你一跑这个 system，基本上你要过这样，除非你有很好的人脉来打通。然后过后啊，基本上这些都是啊一些很现实一些状况，不管你业报好跟不好啊，大家都是共同的这样子那么呢，私人医院非常的昂贵，一下就把你钱烧光到完，有时烧完了之后啊，还没有好甚至要开始债台高筑。所以啊，我们在这边的国家虽然没有战乱了但是当你进入医疗系统啊，你是离不开这一些的这样子。那么福报好的有买到 medical card 可以慢慢的烧，烧到一半不要烧，又可以换很多选择。那么你没有的话哇，你是哪里都不顺的。哦，然后你的病啊，急不急呀？有没有遇到对的医生啊？哇，全部合起来啊！所以呢，这些啊，我们未来都会有这样的机遇，这样子了哈。所以呢，现在啊，有学佛可以很好的见识哈。
过他讲啊，哈啊，是故得此苦报，岂关现在做善，所以不是现在做善的缘故，哈，这样哈，好，何以知然呢？哈，来，请继续读一读，来，有请秀娟读一读，哈，何以知然呢？有请。何以知然者？现见世间为善之者，人所赞叹，人所尊重，不知未来必遭乐果，过去既有如此恶业，所以诸佛菩萨教令清净亲友善友共行忏悔，见善之事于得道中，则为权力。是故今日至诚皈依于佛，某等无始以来，至于今日，饥饿如恒沙，造罪满大地，舍身与受身，不觉亦不知，或作忤逆，身后浊残，无间罪业，或告意残，提断善根业。清污浊语、谤方等业，破灭三宝，毁正法业，不幸罪福，起十恶业，迷真反正，痴惑之业，不孝恶亲，反戾之业，轻慢师长，无礼敬业，朋友不幸，无义之业，或作四众、八众。障胜道业，毁犯五戒，破八斋业，五偏七聚，多缺犯业，优婆塞戒，轻重垢业，破菩萨戒，不能清净，如说行业前后方便，污烦行业，月无六斋，懈怠之业，年三常斋。不常修业，三千威仪不如法业；八万律仪微细罪业，不修身戒，心慧之业；春秋八王躁众罪业，行十六种恶律仪业，于诸众生无悯伤业，不惊不念，无怜悯业，不巴不济。无救护业，心怀嫉妒、无度、鄙业，余愿清净，不平等业，贪荒五欲，不厌离业，嗯，好，或旭俊就停了，我再不停啊！你看到我冥想全部啊，有牌来解释了，哎呦，好好的，来，
好了，可以 Zoom 举手表态了。OK， 我们今天十二位同学上课啊，同学可以高抬贵手了。同学，我们现在啊这个部分啊哈，去到的冥想啊哈，还蛮多啊偏向啊在修行律仪的部分的。来，我们先看一看啊哈，我们借刚刚所讲的，他说啊哈，他说啊现在造善事，他说啊哈，现见世间为善之子，他说我们现在啊做善事哈。人赞叹，人所尊重，固知未来啊，必遭乐果了啊！这个是蛮给到我们信心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啊，你造所有的善业哈、哦，会得到好的果报的。他说，一定要找到乐果哈、哦。同学留意一下他的用词，他说是属于什么呢？乐果啊，好的果报是一个是苦报，但是这边却遭是乐果了，用词是这样。然后他讲啊，过去既有如此恶业啊，他讲过去以前有这样的恶业，所以呢，诸佛菩萨教令清净善友共相忏悔。他说，诸佛菩萨教我们要清净好的善友共相忏悔哦，这样子哦。然后呢，在善知识者于得道中，这为权利哦。好的，意思是这样的啊，同学，我们现在啊一个难题是这样的。除非你已经证果了，或者你成佛了，否则的话，如果没有体验到，还是继续轮回的。那在轮回里面呢、啊，过后啊，会遇到什么人呢、啊？很关键的。大体上，如果你遇到是学佛的话，对不对？哈、哦，我们叫做善知识了。因为啊，很多时候啊，哈，我们现在造种种的恶业，哈、哦，它归咎之在于啊，你有不正确的见解。表示说，如果你投生到啊，就是外道婆罗门，他们相信通过祭祀啊、杀生啊，哈，来拜天地啊。像我们中国古代啊，哈，包括道教啊，都是有祭祀，你们知道吗？啊，都有宰牛啊、宰动物啊，哈啊，来祭祀天地。然后我相信孔子的时候也是有祭祀天地，对吧？哈啊，这边谁啊有去参加穿汉服运动？有谁参与吗？穿汉服运动？没有啊，哈啊！现在流行穿汉服运动。如果汉服运动啊，他鼓吹啊，哈，当时啊，孔子和他们的方法，华夏年代来祭祖的话，哈，应该是有武神的，哦，那个年代有的。那在佛教里面，祭杀神，那大体上啊，在婆罗门教、印度教，哈，同学你留意去看印度庙，哈，有些祭拜卡利女神啊，哈，也是大量屠宰动物。所以啊，如果你投身到这些地方啊，哈。他们是相信杀生，相信动物啊，哈，是上帝赐予的，又没有办法了。所以为什么亲近善事很重要？哈，啊，师父也遇到一些很善良的人呐，哈，他投身到回教，那回教是有科班的，哈基的时候，哈，科班的。虽然对我们来讲，我们看到啊，其实很多时候那个牛啊会逃开那个 masjid， 看过新闻对不对？哇，刚逃走这样哈，我们会说啊，你看这个就证明啊，动物其实不愿意被祭拜的。但是啊，他们的教义啊会不断的重复教育他们，说就是说当初圣经他们的经典里面就记载哈，上帝就是考验他们的哈，就是要杀他儿子的，拿比的儿子。后来啊，就取代用动物来取代，他把它合理化。所以呢，本来我遇到个很善良的孩子哦。但是他久了不断的、啊、他的家长跟他这样聊啊、哦、他也未必接受，本来他很善良的。那么呢，师父就不宜讲太多，因为这样的话、啊、我会困扰他，因为他是回教徒的儿子来的。那么呢，如果我不断的强调佛教啊的精神，讲把他说服掉啊，你也改不到他宗教，他只有在家里更多的矛盾跟冲突。对不对？加上这里这个国度啊，跟印尼不同啊，印尼基本上回教变基督教，基督教变佛教，佛教变天主教，很自由的啊。他们印尼是这样，这里没啊，所以很多时候啊，哈，哎呀，就是有时候啊，这个部分的矛盾啊，哈，就好像中医跟西医的矛盾还不好调和的，所以有时也不是说不要跟他们做朋友，但一做朋友一深入啊，哈。开始就会问到这种问题啊，比如说我去了餐厅吃饭啊，他讲哦，我讲全部的虾不要放肉，不要虾也不要，他会问你原因咯，那你就开始解释了啊，解释解释下，可能又谈到他们科班的东西，那你就跟他们观念起冲突，要么就不谈，一谈到的话哦，就会扯到这些去啊，到最后啊哦，
有时候这一个因为在大马的宪法是保障他们的哦，我们也要小心哦，免得到时候违反宪法了这样子。那么呢，此外哈，同学你们知不知道在文莱学佛啊，是犯法的，你们知不知道？有听说过嘛哈？啊，不止学佛练 yoga 也是哦，所以前阵子啊，他们学佛练这些哦，他们要离开文莱的国境，然后呢，在外面迷离西部学佛，过再跑回去。这样子哈，那么呢，如果你违法，可能有轻有重了哈，啊，可能把你关起来等等之类。那他们文莱啊，我之前好几年前去，他们说他们的国家的政府尝试可能 ban 掉佛教的 YouTube 啊，这样子哦，要让他们的宗教独特。所以你看呢、啊，就是这个政府本身的 ban 的制裁啊哈，是真的是真理吗？那就未必哦。我们这边学佛是很自由，我们也觉得佛教没有问题，但对他们来讲，这个是大问题来的哦。那你认为这个是毁谤正法吗，同学？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啊哦，去下个断定的，因为他们的认知是如此，他们就认为这个是邪教，我们对他们来讲是异教哦啊，他们就是会ban掉的了。那么你可以用我们佛教角度去讲哦，他们在毁谤我们，他们会下地狱吗？是很难这样讲，对不对啊？所以有时世间的东西啊哈、哦，还很难呐、啊。去这样子去用因果这样来衡量哦啊，包括小乘跟大乘也是一样的。那他们呢哈，其实是不相信大乘的佛菩萨，大量什么那种十方佛他们不信。但大乘经讲哦，你毁谤这一些会下地狱这个那个，真的如此吗？哦，我的意思说，对站在他们的立场啊，他根本都觉得你这个不是佛教来的，而是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这个是无上乘的大乘，那你毁谤的话你会下地狱，这是我们的角度来谈哦。但他的角度来讲，你们这根本都是外道东西来的哦，看到吗，同学？所以有时候啊，哈，我们这边其实就有原论就有这样写，看到没有啊？谤方等业，破灭三宝。站在我们的立场，他就是不是在毁谤吗？对不对啊？但他觉得不是啊，他觉得他们才是正法哦啊。所以呢，有时候啊，哈，这些这样子是蛮难去断定的。因果的东西可能唯有啊，通过神通啊。来观哦，累劫事啊，才看得到，才可以确定得到。那现在是谁也确定不到谁的，好，对不对？怎样确定？对不对？好啊，那国情不同 ，LGBT 也是啊，我们这边是犯法的啊，但是在美国啊，在加拿大，你歧视同性恋，他可以报警抓你的哦，他可以报警抓你的哦。我们这边啊，哦啊，这些抓到就是觉得把你改造，看到吗？好、啊，所以这样的话，到底是我们要负担因果，还是他们要负担因果？这一边是犯法的哦，在法律上是保护你就是 LGBT 人是犯法的，看到吗？所以时候啊，这种这样子的世间的东西哈、哦，除非你有大神通啊，看得到长远，不然的话、啊，真的是都没有办法去断定哈、哦，谁是谁非这样哈。好了，我们看一看啊，哈啊，所以呢，这边有讲哈、啊，他说，所以诸佛啊，哈，速令清净善友一起忏悔。他说啊，在得道中这位权力，因为啊，善知识基本上他是你的好老师啊，基本上啊，哈，你遇到他哈、啊，你得到所有的利益了，因为善知识会圆满你的犯恨这样子哈、啊，他不是说一遇到啊就完全好了，没的，一定是你遇到过呢，你要相信。就像你们来这里学佛要相信，然后过后往后你自己去实践慢慢迈向这样、哦、我这边还不算怎么样、啊、大体上过往我们法师、啊、我们出家中在僧团、哦、会跟老师一起住的那一些、哦啊、像西藏他们跟 Campbell 一起住、啊、那个、啊哦啊、就责任更重大，他会、啊、牵涉到你小小到大、哦、你的原型给予培养、啊啊、那个就比较、真的是、哦起很大的功效、哦、我们这边都是成人有心要学，那学了都是自我检讨、哦、那你们也有几个老师，所以我们都是、啊哦、在你们人生过程中扮演一个小的角色、哦、过后就靠你们了，自己聊的了、哦啊、所以这边讲的、哦、他讲了善知识啊，于得道中作为权利、啊、这个在我们这里的国情啊、哦、就要分别来说了、哦、好而善知识、哦、看看同学记不记得、哦、善知识善知识应该素淫，善知识你记得巴利文叫什么吗？或者梵文啊？不大肯定啊，是卡亚那米特拉啊，对了，是卡亚那米特拉，对了哈，这同学要稍微去留意这个梵文哦，或者是巴利文，因为这个词啊是从那边的语言过来，常会用到的哈、哦，
那么呢，因为它在中文来讲啊，善知识读来其实有点奇怪的哈。我们看一下善知识哈，善知识，卡亚纳米达达啦，对呀，同学，啊，可以写下来，卡亚纳米特拉或者是卡亚纳米达啦哈，是所谓善友。我们佛教专门用词啦，所以啊，包括啊佛菩萨高僧大德，主要是引导你啊离开众生离恶修善，就叫做善知识啦。所以我们通常会用啊哈，你是我的善知识，就是你经常引导我离恶修善。的巴利就是恶知识啦，好啊，经常啊哈，就是所谓的损友的意思啦。好，来我们看一看啊哈。那这一边呢、啊、对于诸佛菩萨的部分呢、啊、你相不相信啊还是有些关键的。同学啊，当你啊如果你本身呢、啊、像南传他们呢、啊、有些认定阿含经才是佛法，有些认定阿含加上阿毗达玛是佛法。那么呢他们这样的认定啊会限制啊他们可以依赖的对象。所以就这个缘故啊，在南传如果他认定阿含经才是佛法，阿毗达玛他也不愿意相信，大体上啊他可以依赖的不多的。他如果情感上脆弱要保平安，他可以只可以找护法天神。那么呢佛已经入涅槃不回来了的，法是抽象的，身还可以依赖了，所以一般上他们会念身。所以一般上啊，就这个缘故啊，泰国森林派他们的信徒啊一定是经常去护身的、因为他的 resource 非常有限、那么呢过后呢有问题可能护法天神。在其实啊，泰国有蛮多一些解将啊，民间信仰的鬼神都有的，他们会有依赖去寻找这一些，当有宗教上的需要了。那在佛教里面呢，基本上有很多佛菩萨，那你我们相信范围也大，因此啊，当你心感脆弱，你可以选择的对象会比较多了。师父这边还是支持你们呢、最好是可以认领一个佛菩萨，选一个佛菩萨哈，作为你一个归敬的对象。因为啊，当你情感脆弱的时候啊，你不然的话你没有得到依赖了哦。因为啊，你情感脆弱啊，你提不起无常苦我来看待一切的，你很难提起这个信念啊。所以呢，会鼓励同学哈，在北传你本来都是北传啊，你的信愿很容易产生哦。早就接触了一个佛菩萨，你的信愿很容易产生。如果你南传转过来，你很难的。因为已经定义了啊，这全部都不是佛教东西，都是不是佛法来的。你很早有这个信念，你很难产生信愿的了。这个课题之前有给同学讲过，因为我在我母亲生病那边就可以看得出啊，是我们有个佛菩萨哈、真的是感觉不同的。因为那时候啊哈、已经医生也没得好依靠了 ，nothing 啊，就是啊哈、留下一个宗教的信念罢了。这样子。好，来跟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有问过同学了的啦哈。所以他讲，事故今日啊，皈依于佛哈。他说，众等无始以来到今天哈，饥饿如恒沙啦。同学，这个恒沙是恒河沙哈，通常是指恒河啦，好，恒河沙哈。来，我们看一下哈，因为它的沙非常的多哈，所以我们会用恒河沙啦。啊，恒河，那是 Ganges River 啦，同学可以写一写哈。恒河哈，2525公里哈，2525公里哈，不需要我们的南北大概多长距离？谁可以回答得到？至中最南到最北大概是多远？600嘛？应该有800吧？800哈，8423，8236，8324啊，那恒河大概是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这样子。8324到2200嘛，2200km 嘛，一上一下大概三遍这样子了，恒河了。好，所以呢是恒河，看一下先啦，我们叫 Ganges River。经常用到恒河沙指的就是它来的。来，我们同学可以写写它的梵文了，蛮长流域。写下来刚啊，我记错了，我记得有些是称为 Ganges River， 玄奘翻译啊，就是这个客家啊，同学可以写一写，这个词经常会用到的，玄奘大师是用刚啊，桑嘎，刚刚，卡
这个音比较难读，不知道啊，是比较偏客家音还是广东音啊？这个字读不出来了，哦，很明显不是普通话来的，哦，啊，所以这个我们讲是尴尬，哦，尴尬，哦，尴尬，所以它应该是读尴尬尬，这个就是尬来的，所以这个读起啊就跟范文的离开很远，应该是读尬才对，哦，啷尬经。楞伽经啊，所以还是用回啊巴利文来读啊，比较靠近哦。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哦，这个是它的恒河流域哦，你可以看一看的哈，这个恒河尴尬哦。啊，基本上佛教啊经常用恒河沙，就是指有非常多的意思啦。非常的多哈，所以它的代表作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啊所讲的哈，长江、黄河这样啊，这个恒河啊哈，在佛教的地位里边，那同学看一下，恒河啊，基本上你去朝圣一定会朝到恒河，主要是来自 Vanarasi 啦，Vanarasi 哈，这个就恒河的湖畔那一边，同学看到吗？哈。啊，Vanarasi，然后过后啊，它有个特色，就是除了很多人跳下去以外，哦，它旁边也有焚烧尸体啦。你看到吗？有尸体焚烧啦。然后我们呢，就在恒河旁啊，travel 那因为啊，过午不食的关系，那我们就在那边吃我们的早餐呢，所以一面吃一面尸体在那边飘风，有没有的选择，你知道吗？啊，什么味道都没有理了啊！吃啊，尸体飘风，那边就在烧，听到那个 bell 啊，咚咚咚的声音啊。过我们又到恒河对岸哦，那么那边有一对男女在练 yoga 哇，一个倒立，一个做 pranayama 呢，哇，能量很强，那对应该是有功夫的哦。后来听很多人讲，哎，原来个个都遇到哦，所以可能这个是安排好的。在嘎个了哈，就说哎呀，他们都是然后政府啊，知道你们一定要来，安排人在那边。不过练的人是有功夫了，因为那个能量造假不到的我，你明白吗？能量造假不到的哦能量造假不到啊，但是那个人呐，可以造假，能量造假不到，所以他应该是找真正的有功夫的人跑去啊，让我们呢，巧遇这。美好的一幕了，因为恒河里面看到的呢，在练 yoga 哦，才更完整的哦，拍照什么都好。谁有去看过这一幕的？有吗？在恒河两岸那边看到人练 yoga 没有？刚刚那个 Vanarasi 谁去过的？举手一下。都没哦。哎呀，现在哦 MCO 玩同学组可以参加旅行团去哦，这个蛮有意思哦，因为佛教跟它很有关联哦，这样子哦。好了，我们看一下哈，大概恒河沙了哈，恒河了哈，所以很多在沐浴，主要他们的印度教的观念就是啊哈，你跳下去洗了之后啊哈，你的恶业可以得到消遣哦，但是你看到吗呢？全部他们的污染啊，非常的厉害啊哈，但是这些人都还是不怕的，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哦，这样子哈，好，来我们过再看一看了哈，看看他有没有展示哈。Ganga River 多长啊？北方邦哈，哦，这整条都是恒河来的，同学，Ganga River 哈，看到吗？那同学，整条都是来的哈，哇，流得蛮远下哦，来，看到吗？呢，也真的是蛮长下的，它是横跨旁边，看到吧，同学？哦，OK，看到了，哦，它是在这一边这样子延伸流，已经看不到了它了，它的地图看不到。不过我们知道哈，它标示是这一带北方邦的恒河的流域啦，哈。好，来，过我们再继续看了哈。过他有讲了哈，就是舍身一受身，他说造罪满天地，舍身一受身，就是把这个身体舍掉哈。啊，这个瘦身啊，好啊，就必须要再查看一下哈，瘦身，瘦身，哦，OK 哈，啊，同学留意哦，你打一个字啊，哈，很多看到日文出来的话，很有个可能是什么？很有可能呢，这个词啊是古汉语来的，
通常啊，在日本目前保留的那个片假名哈、哦，片假名，哎，我搞不清哈、哦，它保留的很多都是当时唐朝进来的字，它没有改它，所以出现很多日文啊，跟它这个有关系啊。来，志忠，你举手，志忠有请哈、哦。师傅，我问一下啊、哦，那个权力是什么意思啊？权力啊，等一下先啊。嗯，这边啊，权力对不对？啊，得到全完全的利益了。于道中这位权力得到全部的利益了，这样子来解就成哈、哦、啊，因为啊，我从善知识那边推敲出，因为啊，在佛教里面呢、啊、哈、哦，有提到说善知识啊得满泛恨哈、哦，有这样子的词句出现哈、哦。来，我给这位同学问起哦，也给同学知道一下哈、哦，这个在佛教蛮出名的哦，啊，在成佛之道也是有上过，他说啊哈、哦，善知识啊哈、哦，啊善知识。善知识满泛恨、哦啊、所以这个就有解读说，哎，我遇到了好的老师、哦、是不是已经不用修，已经完整了、哦、这是真一心是满泛恨半泛恨的同学看到吗、哦、论善知识是满泛恨半泛恨，满泛恨意思就是讲你遇到他全部 complete， 他会帮你全部、啊、引导你完成，半泛恨是一半靠自己一半靠他，这同学你可以写下来、哦、在善知识那边呢，你就写下满泛恨或半泛恨、哦、我看一下它的原文了、哦、佛说是满泛恨、啊哦、所以呢，你遇到好的老师，基本上、啊哦、你是满泛恨、啊、所以从这边延伸，就观德莫观事，就是老师那一边、啊、尽量是看优点，不看缺点，随顺莫为念、不过是除非、啊、有觉得不合理的这样子，所以他讲了、啊哦对于老师的亲近是满泛恨呢、啊，这样子、哦、可以写下来哈、哦、这个经常在佛教里面呢、啊、哈、哦、会讨论到的、哦、那我们一般上啊，在学校里面对老师哈、哦，其实应该也是满泛恨啊，不过现在是啊哈、哦、是越来越糟糕哈、哦，一般上对于老师是很多老师说哦越来越得不到尊敬了，那么现在做家长的话哈、哦，常弟啊，你做家长的话、哦、你了解为什么老师越来越得不到尊敬吗？常弟哈、啊，因为现在的父母太过宠爱啊，溺爱他们的孩子。像老师那边有责任有问题吗？老师那边得不到尊敬，老师那边有没有问题？因为现在的老师，如果他要教好你的孩子、哦、他就是说，你做错了什么东西？他去教导他的错误、哦、有些孩子就会误会了，或者是家长也是误会了，就是你去以前的老师、哦、你不听话他会用藤鞭、啊、现在也有这样的老师啦，可是现在的老师大多数都是会讲解给他听，解释给他听、哦 oh. 啊、有些就如果真的是用到有藤鞭来对付的时候、哦啊、回到家父母看到就会去complain 老师啊，所以现在的老师也有时他们也是蛮就讲他的蛮辛苦啦、嗯、因为他们也是怕家长 去投诉他们，我了解他们就是很麻烦。听你这样讲就是、啊、父母的观点很重要，那父母如果是觉得孩子被打是觉得、啊、是属于一种教育接受就没有事，但如果父母觉得哇这个是很严重有违反人权什么之类，因为现在人权的意识啊比以往高很多了嘛，对不对？好，他的界限啊对哦，会很强大了，消费者意识啊工人的意识都跟以往其实是双方啦，我觉得对对对啊，双方老师跟家长那边也是、啊、大家都要平衡啦 对对对啊，有些老师会压力，有些老师也是会有暴力倾向啦。对对 对, 对，正常的老师吧。是是是，所以变得有时候啊，他被爆出来的个案呢、啊，哈、哦，是就是可能有一方面会理亏的，哈、哦，有一方面比较劣势，所以变到总之整体来讲，就是这些报道啊，跟你那个年代小的年代，那个你那个年代比，就差很远了。那时候啊，老师多暴力都好，都依然是被尊敬的，应该这样子讲哦。对对对，不暴力还是被尊敬的。
啊，但是现在啊，稍微暴力就不行了的了，就可以上 Facebook 过后啊，对呀、啊，老师也感到说哦，我们已经没有得不到尊敬，有类似这样情况、啊、对对对。应该是人权意识的改观了哈，啊，令到啊就是这种啊哈方法哦，你没有办法坚持了哈。嗯，对对。啊，也有同学说啊，老师的奉献精神有差哦，可以具体说明吗？啊，会不会说现在老师很多兼职的关系啊，或者是说很多很多？我那个时候啊，我以前教过书啊，我们的同事有买股票的，你知道吗？我去厕所那边买卖，知道吗？啊，有些也是有这样子有 downgrade 的情况之类，可能也有了，所以应该是哦，双方大家都出一些状况哦，才会到最后啊，哦，变到就是这个，这不是个有才了，当老师哦，也不多人尊敬了了。好啊，这个课题啊，就留给教育局跟老师去处理。我们这边只是说明了，因为老师也是善知识，所以也是有蛮泛泛的一个讲法。看到吗？好啊，这边原文就讲了哈，他说啊，所谓善知识，半泛恨之人，半泛恨，同学看到吗？泛恨的一半，圣洁的一半。后来佛讲不是哦，他说真正善知识是全泛恨哦，就是全部啊哈啊圆满的泛恨这样啊。好来啊，所以呢，刚刚啊问那个权利啊，是不是从这一边呢、啊、就推导到啊，就是得到全部的利益这样的意思了哈。好来啊，这个有个舍身跟受身哦，啊，同学们看一看哈、哦，受身哈、哦，还要看前后文哦，哦，这个比较奇怪点哈、哦，六受身是苦受、乐受、舍受三种，六识。好，同学这个对不到了哈、哦，啊，舍身与受身呢哈。哦他这个对起来不好对哈、哦，来我们读完他前后文先哈、哦，不觉亦不止哈、哦，或作忤逆身后啊哈、哦，着禅来忤逆哈、哦，我们同学看了哈、哦，忤逆妙庭记得吗？忤逆我们在静坐入门有上过的，记最好记那两个忤逆罪、哦。杀父母。啊，对，这个是最可能现在会发生的。那么比较不会发生的呢？还有另外三个，啊，还记得吗？诽谤佛法上啊，不是，那有个影像，有个人呐、啊，推一个石头在上面，啊，让到佛陀身体流什么流血，记得吗？啊，触佛生血了。这个就比较不会发生，嗯，对，还有杀阿罗汉也不大会发生呢、啊，因为现在阿罗汉也没有。还有一个就是啊，挑破僧团啊，那个可能会发生，同学可以写一写啦、啊，忤逆罪哦。沙爸爸、沙妈妈进来会还会常看听到，可能啊是跟教育方法、啊，还有就是吸毒比较有关系了，否则的话无端端这事情不会发生啊、哦。同学可以写一写啦、啊，忤逆罪哦。忤逆罪基本上啊，它的来历跟提婆达多最有关系了啊，提婆达多最有关系，这里没有梵文、巴利文了哈、哦，跟提婆达多最有关呢、啊。提婆达多一个人呢、啊、就犯了几项了，两项了哈、哦，啊，忤逆罪哈、哦，都就可以写一写了。那现在萨巴巴、萨妈妈是除了吃药啊，可能之前啊管教严格，过后呢双方啊。就是父母双方啊哈，依然呢、啊、都是属于啊哈，个性比较暴戾的啊，他就容易出这种状况啦、啊，好、啊，那么呢就是其中一方啊有喝到酒啊哈，啊他就开始哦、啊、积怨太深哦、啊、这样子哦、啊，然后呢这个跟提婆达多有关是触佛身血，还有破和合身呢、啊，这两个就是有相关联的、啊，那跟提婆达多有关系哈、啊。好啊，这个同学已经听过了，那我们可以稍微可以再深入一点点去看了哈、哦。其实这个啊，哈是属于部派，看到吗？那么在大乘里面呢、啊，也是有忤逆罪，就有点不一样。所以刚刚妙典会记到他讲什么毁谤大乘呢、啊？啊，盗毁常住啊，就是有不一样的关系啊，杀害出家人不信因果，看到没有呢？有点不大一样哈、哦。啊，这边他说来历不明了。他说这个来历不明、哦、这样子、哦、
所以呢，这个毁谤大乘的部分呢，哈、啊，经常也是常有听说过的哦。不过这一个啊，也可能担心是大乘本身的一厢情愿哦，他们就是不拍不这么认为都不承认，所以这种是没有办法去断定了的了哦，因为佛陀已经不在了哦。啊，同学留意啊，这个忤逆罪，我们的确有这条引文呢、啊，看到了哈、哦，他有讲啊哈、哦，无量寿经他讲啊哈、哦，十念必生。唯除忤逆毁谤正法，但是他有讲啊哈，就是啊哈，犯忤逆罪念佛也能往生。说同学像这一些哈、哦，忤逆罪那么严重哦，哇，念佛就能往生，应该怎么来解读呢？啊 ，OK， 来试试看，找同学看看了哈、哦，玉清你会讲解读呢？玉清哈。忤逆罪那么严重哦，念佛都可以往生。佛法是慈悲的。慈悲啊，嗯，慈悲到忤逆罪都放他去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佛法会给人机会，如果是讲他们会有忏悔的话，就会就会有给他们忏悔的机会，过后就能够。得到原谅。OK， 好的，好，来，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哈、哦，因为这个是一点难题，也是师父要去解的。那、你看，玉清，我问你哈、哦，比如说我们这边在国家里面呢、啊，基本上就是你有杀人了、啊、哈，就是死刑嘛，对不对？好、哦、啊，就是你蓄意谋害，各条件具备都是死刑。你知不知道这种死刑啊？哈，通常啊哈，还有一个拉冤的机会。你知道是怎么样拉冤可以免掉死刑吗？听说过吗，玉清？是不是就是说在医学方面抓手？啊，不是不是，其实是跟阿公求情了。但是玉清，你认为跟阿公求情会容易吗？是只是你啊？是你求还是很多人在求，对不对？先是不是、啊、然后呢，阿公放了一个，是不是对其他人公不公平？是不是好不容易去拔灯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对不对？先对，所以一样这个道理的，佛法是给人希望，但是啊，也有公平上的问题。所以一般上啊，这些这样子啊，我是觉得的确啊，对于啊，尤其是啊，他这些是无知的，那么呢，他犯了忤逆罪。那现在我们可以给到他一个希望跟机会，但是条件一定是不会宽松的，可以理解吗？他条件一定是严苛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要这样往生的话，我们一定还有很多 term and condition、啊、你必须要 follow， 是基本上你犯了忤逆罪念佛啊，基本上就是你的忏悔啊，你念的佛号够不够深啊，你过去的溯缘够不够强啊，一定要全部综合起来才公平。因为啊，这句话啊，我母亲就是那个殡葬啊，有一天是请那个南无老哦来念呐、啊、哦，因为照顾我母亲的人本身是比较相信南无的哦，我就让他做了，我就跟他聊起，他就说啊哈、哦，你们呐、啊、佛教就是这一句啊哈、哦，听来啊哈好像是一个很什么太过容易了啊，这样子一念就成，所以我也是这样回答他，我说这个是给人一个希望了，但如果是说真正的、啊、你犯了啊那么严重啊哈。我就希望靠念阿弥陀佛这样子来解掉这个忤逆罪、哦、不大可能的，它的条件性啊、哦、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可以了解吗？这同学留意、哦一般上啊，我们后来的、啊、念咒的这些、哦、也是很多这些这样子的啊，他、哦、会在因果方面呢、啊，好像变得很轻，就是很轻，看得很轻这样啊、哦、啊，真正同学你读阿含经跟论哦，它的因果是没有那么轻。它的 effect 是非常强烈的，非常强烈，并不是说你一句符号你有信心啊就消得了，没那么单纯的哦。而且它那种无间业哦，尤其是无间业是可以近未来际都在萦绕着到你走为止的，连舍利弗、目犍连这些都啊，目犍连都离不开这个业，到死之前都被人打到整个头碎到完，所以它是非常啊哈、哦、强烈。所以到了大乘，尤其是信愿法门啊哈。哦啊，他这个啊已经放松了蛮多，所以同学在解读啊，你在跟别人讲，要看好情况来，
免得被滥用这样子哦。他条件性是蛮严格，所以你一定要两边呢、啊、都学习好、哦，才 balance 得到的。如果你一下来啊都是念佛法门呢、啊，你按照像以往我们读大悲咒啊，大悲咒讲啊，你对这个湖啊哦念过大悲咒，那么呢那个动物去洗过那湖，业障都消掉，而且81亿的罪，哇，这些就太过轻忽了，对对业力上了。哦、有时又提到就是啊，就是啊，不能够不信那个咒的，一点都不能怀疑，怀疑的话哦，啊，就会堕地狱。哇，有些也是讲得太过厉害了。所以咒语的东西啊，如果没有啊，这个阿含跟阿毗达摩的因果 support 了啊，基本上啊，它会变到就是万能了的，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就是一句咒一个符号就成。所以为什么到后来啊，有些法师发展到他说，你生病哦，什么保险不用买，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啊，什么问题？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什么都不用做的啊，会出现这个现象。你们留意啊，曾经有个大的就是这样，就因为他哦太过重视了这种信愿法门，然后因果那边没有读到，没有引用，没有把它根系的在里面，就变到那么轻忽了哦。好，来自中啊，你举手有请。师父可以这样说啊，如果根据他犯了忤逆罪，根据因果的轻重来说。他会比普通的人要成佛的话时间更长啊，你可以这样子讲，因为你的业都那么重都还没有 clear 掉，可以这样子讲，一定是延长的。这样就是说他会成佛，但是没有这么容易，他需要走的路更长 啊。对的，法华经讲，地波大多都成佛啊，地波大多现在地狱啊，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成佛，因为时间无止境嘛，哈、哦、啊，所以呢，这个是讲得通啊。不过就是这个是讲得通，本来都讲得通啊。不过就是因为信愿经典啊，它的根本肯定是没有写的那么清楚啊，我们很容易啊会误解的。啊，它不像现在嘛，哦 ，ASR 你买它的票，下面根本肯定是很清楚。虽然很小个字哦，把你用放大镜一定看得到的 term and condition， 哇，几十条那么多，你没有耐心看，但是啊哦，你官司是输定的，你不看清楚它啊，反正佛教 term and condition 不写清楚啊，到最后啊，你信错了啊，你没有看清楚啊，那个责任要你自己负，对不对，贤，对不对？哦，我们 term and condition 就是这样，因为师父啊，阿含、阿毗达摩我都有教，你知道吗？这大正经我也教，你知道吗？所以变到我会把它连贯起来，知道这是个很大问题来的。哦，所以同学啊，就你们啊，有机会跟佛有交流，有交流这一些，哦，这样子哦。那么呢，在如果是啊，他偏南传的、啊，他不相信大乘经所有的佛菩萨，像我讲的咯，你病的时候没得好依靠了的了，就是谁依靠自己咯，啊，只是个皈依法，就自己罢了啊。那到时你没有那么坚强啊，就是个问题来的。所以我是觉得啊，哦，你还是有信个佛菩萨哦，还是会比较稳当一点哦。站在投资的立场，要多元嘛，对不对？哦，啊，是吗？师父，我想问哦，啊，这些佛教里面宗派的争论啊，啊，尤其造成极端的批判的时候，这种也是会有因果的存在，对吗？啊，这个啊，这个要佛菩萨，这个要用天眼来看哦。他觉得他没有因果，他觉得他是真理啊。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讲，刚刚我讲了哦，很多案例嘛，哦，判不到的我们哦，啊，他讲他诽谤他，他又讲他诽谤他，他讲他堕地，他也讲他堕地，那谁堕啊？哎呀，所以这个啊，都是要懂佛来去判断，由因果来判断。所以这一类东西，如果我们觉得别人不对，但我们不要去批判他，是保留不要有因果的造成呢？啊，是咯，因为不有结果的，不有结果的，讨论完了还是他信他的，我信我的。啊，不如这样的话，我还是把时间花来多讲其他佛学，讲给你们听，你们信的吗？没有大问题的吗？对你们讲好过对他们讲咯，对不对？好，也是这样。好，来，同学们看一下，好。好，来，我们看一看这边还有一些他提到的书啊，哈，忤逆啊，哈，身后啊，浊残啊，这个他形容词非常好，同学你可以画一画，哈，啊，基本上他是身后啊。而且是浊残，我们讲清跟浊的对，清的反义词就是浊的意思了，而且是缠绕着你哦，让你没有办法可以离开得到哦。然后无间罪业，同学这个无间业啊，经常啊也会用到的哈，我看看巴利文是什么梵文的哈，无间业哈，是指没有间断的意思了哈，无间地狱啊哈，无间地狱哈，看看。在十二因缘也是有无间，同学看到吗呢？那日文也出现哦，是出现在无间地狱哦。啊，无间有了，同学哦。啊，阿难达利亚哦，阿难达利伽玛嘎哦，没有间隔，
同学可以写这个这个词可以写的过来。ananda gamaga 无间，这个无间地狱啊，没有间断，时间没有间断，痛苦没有间断，经常会用到了无间这个字哦。十二因缘也是有，同学看那日文的论文有看到无间地狱哦，然后过后呢就是无间地狱啊、哦、这个词，所以呢你打这词啊，日文的文献就出来了啊、哦。好，来过我们再看一下 ananda maga 哈，然后过后呢造诣禅体哈、哦、啊，同学啊，禅体啊是指断善根哈、哦，我再找精确点的定义给同学啊。这个词啊哈，在北传的经典经常会被讨论到，禅体哈，它跟我们的无因生啊非常有关联啦、啊、哦，佛教哈、啊，一禅体来自一禅体了哈，哦有啊哈，同学可以写一禅体嘎哈啊，哦所以禅体不对，要一禅体，因为那一禅体就一禅体嘎哈，他讲断灭善根的人。因此无法得到解脱，同学可以写一写了啊。一禅体啊，哈，是不能够成佛。这个基本上能不能够成佛啊，在佛教是有争议了。那么呢，我们有听说一个公案呢，就深公说法，顽石点头。深公认为一禅体啊，哈，是可以成佛，因为当时那个大部那个涅槃经啊，传去中国只传上半段吧，上半部。那么上半部的时候是讲一禅体不能成佛。但是啊，道深公啊，道生法师断定是能的啊。那么呢，但是下半部没有传过来，结果他就对世头讲了，世头啊有护法三神夫妇在那边，他们都点头说，是的，我们认同一禅体可以成佛。到最后啊，下半部传去中国之后啊，真的是可以成佛了。所以这个就是啊，他我们讲哦，深公说法，顽石点头啊，典故就来自这一个了，还可以看看哦。深公说法哈，啊，深公说法哈，顽石点头，啊，顽石点头啊，啊，深公说法，顽石点头啊，应该会有 picture 了。对了，看到没有？啊，这个看到吗？啊，都会有图像显示了。啊，那个石头啊，有东西附体，啊，所以他们会点头认同了。啊，这个典故禅体啊，跟这个有关了。啊，然后这个深公是道生啊，道生大师，都是可以写一写的。啊，道生法师哈，东晋时代蛮早期的哦，东晋应该是公元大概300年的时候哈。啊，西晋、东晋哈，蛮早期哈。那数千人呢、啊、哈来听说法哈，有时候很难相信哈啊、哦、数千人哈，我现在这个 Zoom 啊可以容纳100人啊，都来不到100啊哈，那当时他们要几千人呢、啊、哈，有那么多空间吗？有那么多 toilet 啊，然后啊一人啊一杯茶罢了都够你来忙了哈，对不对哈啊，所以有时候啊哈，还他们呢都古人还蛮厉害下的哈。有这个办法可以办得到这样了。好，来同学们再看一看了，这个跟深公说法有关了。啊，不过啊，关于这一个啊，在阿毗达玛里面呢，我们有更明确的一个说明，就跟无因生有关。同学基本上啊，如果你是无因生的话，你当生啊是没有办法证果的。来看一看同学哦，关于这个 part 哦，在阿毗达摩里面呢，如果是无因生哈，啊，这个阿毗达摩哈，无因生的话，基本上当生是不能，不过可能未来世是可以了，我们叫无因生呢，哈 ，OK 哈，无因生呢，基本上来讲啊，是没有慧心所的人哈，啊，无因结生呢，我们称为哈，啊，同学可以写一写在旁边啊，相关联就叫做无因结生，来自于摄论呢。看到吗？无因生呢，不会升起广大心出世间行，就是说修不到禅定，也证悟不到涅槃呐、啊，就是这一生罢了，来世投生是可以的。这同学可以写一写了。
所以这个一禅体断三根的人，其实就是无因生的人，可以会统得到了，哦，这样子。啊，广大心呢，同学啊，就是禅色界心哈，入禅定的心来的哈，不管是色界无色界，都是广大心来的。然后出世间心就是道心跟果心了，哦，这五阴皆生了哈，啊，刚刚提到深宫说法嘛，哈，啊，它的典故哈，给同学知道一下，因为啊，同学啊，关于这个帕啊，哈，经常会难免啊会遇到的这个典故哈，在北川呢，如果是讲一禅地哈，一禅地哈，一定会经常会遇到的，你知道吗？哈，我看一下先啊哈 ，OK， 这个嗯，看到吗？呢，成语啊、出处啊这些，应该就是显示，佛教已经深入了当时啊哈，他们的一个就是讲法了了哈。看一下先，《星云大师全集》。所以看到没有，这些星云大师他们经常都会引用，因为也是在大藏经里面呢看到的哈。过看一下哈，那过呢跟什么有关系？就是大般涅槃经有关。同学你可以写一写了，唯独一禅体不能成佛。在经文提到啊，大般涅槃经一切众生皆得成佛，唯独一禅体，可以写一写跟大般涅槃经有关了。当时法显呢，健康竟然在南京译出了六卷呢，啊，六卷吧。但是他觉得，哎，不对嘞，应该是也能够成佛啊，跟师父讲的典故一样，没有记错细节了啊，这样子啊。你看到没有？他发下重誓，他说，如果他这个讲违背因果啊，让我现世啊深受恶报，看到吧？哈。他也敢哈，就是很敢发这个愿的哈。他应该是很有把握，知道自己哈有这样子的能力哈，就跟大般涅槃经有关哈。好，来这个就完了。来，我们再往下看呐，关于这个一禅题哈，啊，断善根恶，啊，轻污佛语了啊，这个污啊哈，嗯，通常我们指诬告哈，污应该是指无根据的意思哈。同学可以看一看国语词典哈，污啊哈，污哈，打不出来哦，诬告、污蔑，嗯，啊有了，嗜好哈，啊冤枉啊，同学可以写一写哦，诬赖、诬告、冤枉啊，啊或者是捏造事实破坏别人的名誉哦。应该是信得过了，好，没问题哦。嗯，捏造事实，就是说明明佛法是好的，却讲人家是不好的，这样子哦。哦，同学啊，我们这个啊大小乘之间的 argument 啊，哈，基本上很早期已经出现了的喽。在啊当时鸠摩罗什的年代啊，哈，已经出现了了。当时啊的典故，鸠摩罗什是公元300年的时候，那时候的就是所谓的有部部派啊，哈。他们看到是大乘经啊，就会那种方等的般若经，就丢下井，丢下井那边去了的了。然后过后啊，有一些哈，跑去啊和田的部的地方哈，就是这里了，和丹哈。当时这里是大乘经的地方，说师父记得没有记错啊，对不对哈？他到了他们到了和田啊，就是啊朱士行他们了哈，用方光就是啊哈。来到这个地方，这时候是大乘小乘混杂的地方，以大乘为主。他们呢，哈，大乘经啊，交易之后要离开他们小乘部派哦，不让他们离开，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邪说来的，这样子不让他们离开。所以这些啊，在公元300年了，哦，很早就发生，应该在印度的时候啊，已经发生。那印度大乘公元1世纪出现了，所以公元1世纪时候已经出现这样的 argument 了的了。一世纪，那不只是大乘小乘部派之间已经意见不合了了，因为老大不在嘛，所以呢，老大不在，大概是要100年了，就分了20个派系了，哦，正常嘛，哦，对不对，哦，啊，所以不要讲到大乘啊，讲了只光是部派本身就已经分了20个部派了，哦，啊，所以呢，这些哈，哦，也互不承认的，他们都互不承认，哦，
所以呢，对于细节哦，佛陀没有讲明的，就自己下定义了，然后啊，就互相说，他都不是佛陀讲的，我们才正装的，已经开始有这些言论了的了，好，到了现在就越演越激烈了，好，过呢，谤方等业，同学，这个方等啊，哦，一般指的是大乘，来，我再给精确点的定义哦，方等啊。方等啊，FY，exactly，方等经了哦，大乘经了，同学对了哈，可以写下来哈，它梵文叫 Vibhuya 哈，就叫方等的意思，或者也称为方广的意思了，方等哈，大乘经的总称，所有大乘经分为大乘，第一大乘就是发愿成佛。大乘发愿成佛了。第二呢，在印度啊，指的大乘一般是指中观跟瑜伽了。同学记得哈，在印度当时讲的大乘经是中观和瑜伽这样子罢了哈，而不是现在啊，我们认为的大乘啊，就是在寺庙吃吃斋啊、拜拜佛啊、拜拜忏呐，就叫大乘哦，定义差得远了。说同学可以写写哦，当时啊哈，在印度啊哈，中观跟瑜伽。才是大乘的定义哦，中观瑜伽哈，中观瑜伽就不浅哦，他们的法义啊，去到蛮深的哈，都可以写下来了哈，中观和瑜伽才是当时大乘的定义哈，瑜伽行派基本上啊哈，是重定学派，他们禅定功夫去到蛮深，中观也是啦，他们都是 Vipassana 的境界那边，技巧上有一些区分哦。还有遣词用字不一样，大体上跟阿含里面修的止观哦是蛮像的这样子哦。啊，然后中观的大智度论里面也是有提到念佛法门呐，所以有时候啊，也谈到西方净土之类哦，瑜伽就没了，所以变到有时候啊，经典呢，啊，是蛮多元化了的。到后来哦，都学中观指的是什么哦？就 Madhyamaka 啦。然后呢，瑜伽是 Yogacara 哈，我看看先哈，同学不写没关系啦哈，你大概知道哦，当时的大乘指的是这一些来的哈，不是我们现在啊，就是斋这样子哈，破灭三宝哈，然后毁正法业。过他讲什么？他说哈，迷真反正啊，这个词经常用的哈，我们对正的已经产生迷惑，反正了哈。通常啊，我们讲迷真，这个真是指一真法界或者是真如了。我们呢，对真产生迷了。如来藏是这样子讲的，他说啊，哦，每个人心里有个佛性的，但是啊，因为一念的无明啊，我们就起了迷惑颠倒。那迷惑颠倒之后啊，我们把这个真性啊，就已经被埋没掉，过就继续轮回了，这样子哦。谁觉得这个讲法你蛮喜欢的，举手一下。觉得这样子来说明我们如何开始轮回哈，你蛮可以掰的，有吗？觉得听了哎，蛮好接受的哈，一个罢了啊，两个哈，其他人呢？其他人不掰，第三个人了哈，给三个人掰，其他人呢？应该是不知道掰不掰好，对不对哈？是吗？思琪呢？中文没有举手，不知道掰不掰好，对不对？50-50 哈，哎呦，因为你无论如何回答，一定有过失的。因为你们三个掰的人家问哦，那么你会怎么样无端端会迷惑的？那你迷了之后成佛会不会再迷回呢？你会给人家问回这样的问题哦，可以了解吗？啊，这些其实啊，在《色大乘论》啊都会提这种课题的，无解这种无解，因为你一定要问个问题，我们就会给你个答案。所以大体上啊，中观跟唯识两个哈，不管你是说啊，你原来已经是成佛过后迷惑，或者说你原来是迷惑过后成佛，两个讲法都有难题的。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勉为其难哦，给同学一个解释了。好，那大体上啊，哈，说我们本来迷惑过后成佛，这个讲法比较好讲。对吧？是不是哈？你要修佛法也比较好讲的。你说哦，我们大家已经迷惑了，然后我们就会成佛。不过成了佛不会再迷惑啊，你再跟他这样解释。那么对于啊，说明修行啊，有一定的方便哈。好，来我们再看一下哈。不过这个啊，你们平时闲聊有机会聊嘛？秀娟这样的课题啊，有机会跟你的朋友啊或者非佛有闲聊嘛？会聊到这样的东西吗？
很难哦。好难，很太过哲理，太过深，对不对？嗯。是不是好啊？如果讲啊，好，回家包不包头啊？吃不吃猪肉？这个还好聊，对不对？这种课题，对不对？哦，眼睛看得到吗？不聊啊。啊？什么？因为回教的那种那个是宗教敏感嘛，所以最好是不聊。哦，连这个都不聊。嗯，就讲可能同种族的还可以聊，哦，但是因为大家信的东西不一样啊。对，所以他们信的法门比较强。不过如果说课题的深入哦，啊，这种啊，就说啊，我们啊，哦，迷惑了，然后呢就成为众生，修行在成佛，就比起这个包不包头、吃不吃猪肉更深一层了。要找到可以聊的人更难，对不对？是不是先？是是哈，我看就是在这边聊吧了咯。还有过你们复述哦，就你们这帮人聊，过你要找别人了哈，谁生日开啊，谁生日party啊，聊一下聊不到了的了。对不对哈？啊，比起还是这种吃不吃猪肉啊，这种比较容易去谈的哈，它的层次不需要那么高哈。所以同学以后啊，哈啊，就怎么讲啊哈，啊就是这课题啊，找到对的对象啊哈，啊，它很容易启发他们呢，啊，去进一步修行的这种课题哈。所以我们讲啊，这种啊哈，就所谓的迷真反真，看到没有哈？啊，迷掉你的真，这个真同学你可以写了，一真法界或者真如都可以了。你迷掉了你的真如哦，然后呢，这个啊哈，吃货之业，同学，这个吃货就是无明了，你也可以写一写无明哈，啊，无明是这样写了，好同学哦，啊 ，Vicha 无明啊哈，啊，吃货一般上只是无明了哈，巴利文啊 ，Vicha 哈。OK 好，好来我们再看一下哈，然后呢就不兴罪福啊哈，起三恶业啊，然后呢他sorry 哈，不消二清烦累之业哈，这个烦累应该是中文来的哈，我先看一下 ，FUX 烦累哈，哦烦累是指违背啦，同学可以写一写哈。通常在我们东方人的世界哈，就是没有孝顺啊，应该就是用反累，不过也是不常用这个字哈，反违背或者是背离了哈，反累哦。好，轻慢是长无尽理业，朋友不幸无义之业哈，啊这个啊应该也是啊。华人世界的用词哈，礼义廉耻的义来的哈，我们讲啊，你没有义气的义哈，其实我用了那么久啊，我也没有真正懂它的意思嘞。义气啊，哦 ，OK， 为情义而甘愿替别人分担风险哈 ，OK 哈，我其实啊，义气这个词啊，自小到大用了很久，我不知道原来是这个意思哦，为了情义而为别人分担风险或者自我牺牲哈。所以我们讲你很有义气，就是啊你愿意啊和为别人分担风险，为了朋友的关系啊。不过如果他叫你做 guarantor 的话哈，谁拒绝做 guarantor 的，没有义气也算了，谁拒绝当 guarantor 啊，一位哈，啊，看到没有啊，有一半的人看到没有，看到吗哈啊，所以呢啊，除非你的朋友啊哈多深刻都好哦，你都要很小心 guarantor， 免得就是啊和就是有问题在身上，新竹日报大概在好多年前啊，副刊哦，有特别提到 guarantor 这课题，它蛮有趣的哦你们知道吗？当如果有一个人啊来找你啊做 guarantor 的时候啊，你应该问回他一个问题。凤娟，你猜猜看啊，哦，新竹的就要写这个文章的人啊，哦，是问回他什么问题？凤娟，你认为？guarantor 啊，那个要做保证的，找他做保啊。对，凤姐，我的意思讲，我来找你做 guarantor 啊，哈。OK， 新州的作者说，你作为啊 guarantor， 你问回我一个问题，你知道是问什么问题吗？就是他可以保证他要安全吗？哦，不是安全吗？他说是问了，啊，哈，你有打算还钱吗？我觉得蛮有意思哦。
我们可能心里想啊，当然嘛，你之前应该还钱嘛。但他说，其实啊，你应该先问他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真的打算还钱的先？因为有人不打算还钱的，他不还任何钱啊，你给人多你就死了。哦，所以我觉得啊，他那个文章是专业人士写的啦，哦，过后又提到啊，哦，就兄弟姐妹之间的给人多啊，朋友之间的给人多啊，过后就给人多隐私很多的问题啊，哦，啊，新周副刊经常有这种专业的，我觉得我很有印象这句话。你有打算还钱吗？你问他先，他可能没有想过这问题的，他去找你做 guarantor， 他没有真的想我是不是无论如何都会还钱来保住你。有些你说你不深入思考啊，哦，你会吃很大的亏的，你会没完没了的，哦啊，所以同学，哦，有时候啊，家人也会用情感勒索，哦，逼你当 guarantor 这样，哦啊，所以就这个问题你先看他如何回答先，哦啊，他如果他打算如何还钱，他有什么planning 啊，哦你才来考虑真的要不要做了，哦，蛮有意思，哦，我觉得我很有印象啊这句话，哦，好来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义气那边延伸开来了，好好过后我们再看一下他说啊，哦，或做什么，哦，四众八众啊，同学什么是四众八众，你惨了，来四众 OK， 宿营，四众是那四个啊，不饮酒戒扣掉是那四个。哎呀，师傅，我想不起。哦，叫国风嘞哈，国风哈，啊，把不饮酒戒扣掉那四个来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啊，对，不过众的话，记得哈，哦，一定要牵涉到人呐，啊。那妄语戒打妄语是没有神通，讲究神通那种啦。其他三个跟人有关啦，啊，才是众哈，哦，否则一开都变轻，还有一条件具备啦。所以四众指的是这四个来的。我们跟你们一样，只是排列不同啦。你们杀生第一，我们是不淫第一啦，啊，这个就是差别了哈。过来有个八众哈，同学，这个八众好像是跟你们呐哈。比丘尼比较有关的，我记得哈。来，我们讲四众八众哈，来看一下哈，八众罪啊，应该是哈，要加多个佛教哈。啊，同学可以写一写的啊，八众他放出八正道来哦。OK， 那就加四众八众哈。啊，有了，是了，是了。跟我们比较有关系啊，八众啊是指比丘尼戒的八波罗夷罪，基本上啊，你们女众的波罗夷啊比我们多一倍了，都是可以写下来了，啊，四众呢是比丘的萨道淫妄啊，不过必须是波罗夷了，是断头哈，哦，八众是比丘尼的啦，这同学简单一写，四众是比丘的四波罗夷罪，八众是比丘尼的，这样就可以了。那么呢，就是萨道淫妄。那么呢，女性啊，和基本上啊，因为烦恼比较出众，这边呢，很多可能觉得哇，是不是什么性别歧视哈？同学啊，这一个呢，其实基本上回到去还是跟原来的性质啊有关，男女是有些差别了。那么呢，大体上啊，女性啊，哈，他们就是当时在佛教反映出就是比较啊，哈，他如果不守更多的戒律。他违反的机会还俗的机会会更高，所以呢多的八众啊多过男性多四条哦，主要是保护的功效啦，就像残障人士出门哦，他要守的安全规则一定是比我们正常人更多的，那这个不是歧视，主要是保护残障人士，所以残障人士基本上他出门啊哦，你没有那个安全步道啊，没有那个安全楼梯，他不能够出门。那当时的女众出门的话，一定要有个女性陪伴，因为在印度当时是很不安全，一个女性出门，哦啊，所以呢，你们如果是去看，其实不大鼓励你们看呐，啊，哈，哦，除非特别原因。如果去看了，啊，女众的戒律，哦，多很多这种这样的，就是一个不能够去，两个要去。所以如果你遇到个法师啊，比丘尼哦，他完全严格遵守当时的戒律，哦，他一个人不出门的，一定要找你陪他的，这样子的。原因就是当时啊，哦，一个女性出门很不方便，要两个才能这样，哦，然后呢还蛮多了，我没有去研究啊，女性的戒律，哦，兴趣不大，没有去研究，不过一般上有时候啊，男性必须研究，主要是恶不生受，就是女众啊
你当比丘尼是不是？你当比丘尼要找十个比丘尼，再找十个比丘来 verify 你 certify 你才可以出家。那么那十个比丘你不能够不懂啊，只是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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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批准别人嘛，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一些啊这些团体啊，来就是我们所谓的恶不生收啊，你会在这个状况看得到的，在南传看不到，因为比丘尼已经啊绝种了的。所以呢你只有在佛教啊的三坛大戒看得到这个罢了了。三坛大戒基本上啊在汉传呢女性地位蛮高了啦。三坛大戒 ,YLOM。女性地位就蛮高齁，多数女性啊齁受的教育程度都高过男众比丘了。那同学看到吗呢，那就是三坛大戒。来看看留意。你看是穿红色衣服的。看穿红色衣服的。看谁的眼力比较好齁。来试起算算红色衣服大概有几个。看得到吗？放大点给你看齁。更小啊齁。来红色衣服有几个，目测应该20里面吧。对了十个是男的，十个是比丘，十个是比丘尼。所以这个坛表示可以certify 女众比丘尼，意思就是这样了。那么呢如果你现在在南传，因为他们不承认女众嘛，随便都不会看到这种场面，基本上受南传戒就是成人了，三个就成，因为他们把自己定义为贬低了，就是啊贬低就是说，因为佛教戒律说你在贬低就是非印度的本土，三个就可以受成了。这样子他这样子来定义自己，他认为印度当时的恒河两岸才是真正的中国，其他所有是贬低，所以泰国缅甸的三个比丘就可以给大戒，就是可以 enroll 一个比丘进来了。但是在中国我们还是认定自己就是中国，就是有佛法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十个比丘来 certify 一个比丘进来团体里边了。我跟你们讲过吗，我们问一些2000年前的问题很好笑的哦。来我试试看考就是OK, 志总来你来回答哦。OK, 你要出家哦。第一条问题，请问你是龙变出来的吗？不是。对不对，你是人嘛，对不对哦。他真的我当初有龙啊变成人要出家的嘛。所以呢延伸到现在。请问你有背负大量的债务而出家吗？没有。请问你五官具备吗？具备。就是问家的问题。你们比丘尼也是差不多一样。会问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了不过有时戒律道场它很 technical 了，就是没有真正去 study, 就这样子问你就答 yes yes yes, by right 应该要去真正 study 才对的，不能够啊那么 ritual 这样像妙婷你说 SOP 也是嘛， SOP 是要跟，但是不了解 SOP 啊而跟 SOP 会什么结果，妙婷不了解 SOP 的意义而跟，就只是跟有什么结果，就自己做什么也不知道咯，形式化对不对啊？对，我们佛教很多形式就是这样来的了，当你不去追根究底了解了背后的意义你会变到你有一大堆的规则吧， you don't know why 会出现这个情况啊。好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讲啊四众，从四众八众延伸开来的啦。好啊，过我们再看啊破八斋八斋就八关斋戒了，五片器具呢就是比丘戒了我看看这边有没有兴趣，谁有兴趣想去试短期出家的举手一下，有机会的想去试一试看的有没有 ？OK, 素颖一位 ，OK, 国风两位，其他嘞？两位、三位 ，OK, 好，那这样的话，五片器具我要给你们知道一点点了，那到时你去到可能呢没有机会学，你这边已经学会了啦。那同学可以写一写五片器具了五片器具其实是比丘尼戒的 basic 来的名目啦，我们叫五片器具其实在清净道论已经稍微有提过了的好来五片呢是五个 chapter 啦那五个同学是就是这些来的，波罗夷、僧禅、波夷提，然后呢提舍尼、吐吉罗，同学你就写一写啦
五片这五个就是五个 chapter 啦。那第一个波罗夷啊，就叫断头的意思，基本上犯了的话就被赶出僧团了。过后后面那些都比较轻的啦，通过忏悔啊，就可以解决。最后一个杜吉罗是最轻的啦，就是自己怪自己就可以，或者找一个人忏悔就可以了。那么一样的，这些戒律本身2000多年前的，如果你啊就是跟他的老师是不变通的话，也是有一大堆规矩要遵守的。那如果根据那个老师变通，他会顾虑啊和就是啊和在这戒律到了中国啊和它的变化是如何啊，它的定义啊会做修改啊，然后呢会留意它的精神，而不会经常啊和都太过仪式性的遵守了。像以前师父啊学就是这样嘛，我们戒律有讲过午不食，就过了中午不吃。那过了中午可以吃什么呢？就可以吃药啦。那么药啊，如果按照我们原来的定义啊，有些药可以 keep 七天的，就是这种啊，蜜糖啊、酥油啊、冰糖啊这样的东西之类哈，还有鸡油这样的东西。那么呢，在我们呢、啊，台湾的道场的法师哈，这戒律法师哦，他就重新定义，他说这一些是印度人吃的油，所以他就把它定义为《本草纲目》的药啊，可以吃，就当药。那么《本草纲目》的话哦，它定义不同，变到我们吃起来就不一样了，就变到有病的话是我们吃什么哦，我们吃黑芝麻粉啊，吃羊奶片啊，杏仁粉啊，就这些这样子咯，对不对？同学比起来哦，你要吃印度人的药是吃中国人的药啊，你觉得印度人的药你可以吃还是中国人的药，对不对？那嗅觉马上看到了，对，就说你病了哦，中国人不炒高那种黑芝麻粉啊杏仁粉来当药，比较 logic， 对不对？对我们华人是啊，所以呢，你遇到的老师，如果他会变通哦，他会把它 redefine 哦，啊，你就心难很多，他会跟着我们的文化跑，他不跟的话，跟回印度啊，哦，你生病啊，来，吃糖，吃鸡油，然后呢，酥油、生酥蜜、死蜜这些东西了，哇，看到你都怕，不病好过病啊，真的是啊，来，只可以 keep 几天罢了，啊，所以呢，就是跟这样子是有关联到啦，好。所以呢，定义上啊，看你跟到什么老师，在说明上会有更改了。所以同学啊，五片这五个啦，器具再加了两个啦，另外那两个哦，可以同学给同学哦，另外两句哦，器具过后呢，就是器哦，OK 好 ，OK， 同学你加一加啦，器具的话加多两个，就是偷懒者，还有就是啊，者二十二说啦，同学哈、哦，有五片器具嘛，那器为什么多了两个？多了的就是这偷懒者 durancha， 还有就是恶说这两个啦 ，durancha 跟恶说啦，其他的五个 maintain 呢、啊，所以你我不懂短期住家他如何 educate 你们呐、啊、哈、啊、不过你就如果大体上他有给你收比丘尼戒哦、啊、可能阅读啊会要你读，会教你些 simple 的戒律。确保你不违反哈，或者是如果他给你只收八戒罢了哈，你就不会学到这一些。所以同学啊，短期住家你可以去试的，除了啊，就是可以试试看，在北传比较有可能收到比丘尼戒 ，maybe 啊，和比较长期的啊，有机会收到。那么呢，修行方法也是个考虑啦，就是收了大戒，收了戒之后啊，他是打坐啊，还是做慈善呐、啊，还是拜忏呐、啊？所以你们选择短期住家的地方，可以考虑学习的内容啊，哦，来确定啊，有时间可以多试了，哦，试完过后啊，哦，就回你自己的 apartment 修行到老，哈哈哈，对吗，秀娟哦，哎，还是在这个 apartment 比较牢靠哦，这样子哦。好，来，同学跟我们再看一看啊。好，过后呢再看一下哦，这边有提到，就是他说啊哈，污犯恨业了哈，污犯恨业就是讲啊哈，如果对方啊要持八关斋戒，要守犯恨，你让他破戒就会污犯恨。所以同学啊，如果你们有夫妻啊一起修行哈，知道对方八关斋戒要分房来睡，免得会构成污犯恨的意思了哈。月无六斋，六斋日啦，六斋日啊是六天里面持八关斋的哈，它有规定哈。六斋日哈，六斋哈，可以写下来，就是这六天嘛。这同学，你可以在这六天，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了，六斋这六天来吃八关斋戒，
所以我们讲六斋日，基本上是菩萨戒哦，会在六斋日里面守八关斋戒，所以菩萨戒在这六天里面，他们都会过午不食啊等等之类，会在这个时候进行了。所以同学，如果你有意说在家菩萨戒的话，可能六斋日啊，你必须要遵守这样子啦。那六斋日呢，也是从印度那边得病过来了哈，基本上就是这六天里面，你必须要吃八关斋戒哦，一个月就是六天之类啦哦。啊，六斋日哦。好，过我们再看一下哦，好，然后过他有讲了哈，三千位移，八万律移，同学留意哦，这个三千是指很多啦。那位移啊，就是指 department 哈，你的行住坐卧都跟位移有关，所以一般上啊，在北川跟南川，你会发现在位移上哈，通常我们都会很留意坐的姿势啊，站如何站啊，睡如何睡，都会有一些基本要求。所以同学基本上啊，如果你去参加哈八关斋戒，会包括位移上的要求了，所以呢是蛮 rigid 哦啊，就是你站如何吃啊，如何站啊，如何坐啊，都会有一些规定，这我们称为三千。先位移了很多的意思。来，静瑜，你有举手可以啊，可以问。师傅，我想问刚才那个六斋日哈，跟那个欧波萨大有什么不同？欧波萨大，欧波萨大其实是布萨来的哦。那么布萨的话，就通常是初一十五进行布萨日来的。所以呢，布萨日里面呢，只有两天哦，是套到在六斋日罢了啦。来，静瑜，你看一下哈。十五有，初一没有了，只有一天套到罢了啦。乌巴萨达布萨日，布萨日一般在初一十五，我们会诵戒啦，诵完戒，居士会过来请戒、请示、开示戒律，然后再进行忏悔了。所以它的关系是六斋日只有一天是乌巴萨达罢了。Okay， 来，国风有请，你举手。师傅啊，像这种六斋日、十斋日啊，就是我们有做工，我们要怎么样去受呢？啊，是的 ，OK， 一般上啊都会有一些方便给你们哦。意思方便就是说啊，当你真的不能的话，maybe 第二天来补啊，或者是就是说啊，常常抵触太厉害哦，可能就不要去受它了。否则的话，可能呢，会选时间来补，或者是找一些方法哦。来做一些 alternative 这样咯，所以有时候啊，不要守得太多，因为你的工作环境不许可哈，你又没有那么早退休，会造成矛盾的啊，这样子哈啊，所以最好那些靠近退休会比较理想。好，啊，郭峰哈，好，来给我们再看一下哈，好，除了这个三千位移啊。如果八万律仪都是一样啦，哦，就是很多哦，律仪跟威仪一般上啊都是指 department 啊，我们英文叫 department 哦，然后给大家比较标准的一些定义哦，律仪跟威仪哦，这个律仪啊，有时候我们呢，好像把它当作是戒这样来定义它了，同学你看到没有？当很多日文出来啊，表示这个应该是古汉语来的，哦，看到没呢？很多日语跑出来是古汉语来的。我们加个佛教啦，律仪啊，看一下写了，没嘞，知道了，知道了，我应该放 O 才对，律仪，这个律仪啊，清净道论有用，是用在更律仪那一点啊，把这一个啊，在戒律的律仪啊，比较多啊，是指就是看看先啦，处理心所摄持哈，OK， 律仪基础上人间佛教哈，有点定义不清哈，来我看看呢，佛光大词典了，静住律仪 ，OK， 是的，是 samvara 来的，同学呀、啊，律仪是 samvara， 给你写一写啦，律仪是指 samvara 来的哈，然后这一边就是我看一下先哈。OK， 何为三瓦拉哈？别解脱律仪，所以呢，就说这个戒律本身会跟你协助你解脱的，所以我们叫做静住，叫做静住律仪了。啊，这里有了，可防身语之过，这为静住。同学写这个定义比较准了。何为律仪？可防身语之过，所以呢，它身呢，有身的标准，语有语的标准。所以啊，如果是传统的话哦，
讲话的方式很不一样的。通常传统的律仪啊，如果法师讲经说法师基本上要登就是上大桌，然后过后啊要很标准坐着，然后过后啊不能够讲笑的。如果真正按照啊，要避免生于过失，不搞笑，不讲笑话，不讲废话，然后过后啊一板一眼的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可能呢也不会播放影片完全传统啦，这个就是完全可以防完生语啊的律仪。所以呢像师父这些已经是佛学院派了的太虚大师曾经的改革啊，就是去街头那边讲佛法放着一个 box 站上去开始讲佛法，然后呢在黑板写佛字把它擦掉，哇当时啊是很轰动的，所以那些人哇听到太虚大师就就伤脑筋现在哪里有是我们在电脑里面有佛字一 delete 就全部没有到完所以呢传统啊和防过失不过会很保守啦，那我们开放的话比较清净，不过有时候可能就律仪方面会差一些这样这个就是相关联的啦。好来把它讲完它了就要下课了啦 OK 过后啊心会之夜，通常这个心会是很少这样子来用的然后春秋霸王赵中岳这个两个字少用好来时间的关系我看我还是这里停了这样子来我问问同学你们都有收到讯息对不对，下个礼拜应该是对下个礼拜还有就是毕业典礼师父会分享八小时助念都有收到消息对不对，都有看到对不对所以你没有报名的话就要么你没时间要么你就没有参与同学你有参加那个气功度假营就整个配套了的了跟毕业典礼一起还有就跟这一个八小时助念的一个礼则一起了的了。那你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同学是就是目前还有多一天可以参与就下个礼拜。那你知道不参与就是说你忙碌了或者你觉得这个不是那么重要了OK, 那没关系了你知道就成了目前大概是有六个人参与了我记得有六个我尽量告诉同学了师父的经验我会去参考一下那种静中念佛八小时助念一些礼则混合起来制定一套方便同学你进行的。因为我们不像静中那么传统会有一些变动在法门上像可能秀娟会问念楞严咒可以吗这我当然是可以了就全部念楞严咒了因为他的声音是声音的 power 令到那个尸体不跟僵硬的过程他变到他变柔软所以我是觉得是可以了就可以了念别的圣号都可以了那如果是安波念就全部的能量要够强了不过我怕不能因为他这个牵涉到声音可以传到去王者的耳根那边从那边 trigger 他能量所以一定要有声音比较棒咒语我觉得可以所以这一些会到上课时进一步探索这样子啦所以同学能的话你尽量如果你为你父母也在老年你觉得有可能理解对你有帮助记得报名了就这个礼拜还有就是毕业典礼26号那天好来我们就进行回向同学开麦。